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先来哄我一下。钱没花到位，没有脑子。我第一次买没有经验，下次还是得买大的。每次吃的时候我都整不明白，这个橘黄色的东西也是可以吃的吗？这个应该是它的脑吧。哇，跟那个蟹黄一样，老香了。这是老大。这只大蛋，这只脑不太好，有点白不撒的。